他的成名曲而已。你会在他接下来这个部分，你会听到很多你不太容易听到的，比如说民谣啦，比如说以前的怀旧的流行歌曲啦，只要你轻轻地说出来，他就可能考虑会唱一下。所以常常我们到每个地方被人家问到您这演唱会到底有多长，我说不一定，也都看大家，懂的意思吗？懂。可是他不是男的，你可以叫 uncle， 也不可以叫 auntie， 他会生气，你可以叫 brother， 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今天呢，他化身成非常美丽的月光仙子，要用他天籁的歌声来征服每一位朋友，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徐景淳。生命里面可以跟这一位这么杰出这么特别特殊的人相遇，正如我们今天也来到这边和大家在这里相遇了。我想我们一起再创造一个美丽的记忆，也许 maybe 可能在未来的什么时候我们有机会再续。所以今天在我的部分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美丽的歌好吗？我原本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一开始想为大家安排的是闽南语歌曲，在我唱片当中的《听电了鬼女王》。可是呢，我想改变一下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可以。前一阵子中秋节，那么有很多和月相关的歌，那么其中呢，有一首呢是这个，我们小时候会背一些诗，你们有没有背过《明月几时有》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想先为大家唱这首歌好吗？当然我也要请大家一起唱，因为今天晚上是属于大家的。谢谢。高处不胜寒。
在很多的音乐跟诗词当中是很有画面跟意境的，所以我常常在唱这些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我看在好像在看电影一样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就要为大家演唱在我的唱片里面也和月相关的这首歌。我在唱它的时候，我也感觉到那个所有的画面好像在我的心里面一一的浮现。那么这首曲子很特别的是，当我演唱录制出来了以后，除了它原本是一首情歌之外，其实呢，在很多的时候，像我们在这个有一些比较苦难的事情发生，或者是有一些好像发生了一些自然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常常看到一些纪录片用这首曲子来当做它的一个主题曲。听电 A 鬼女娃献给大家。
感受到现在发生的一种感动，对不对？还有眼睛好像不只是听 CD 听到，还可以看见整个的表达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过瘾吗？今天好过瘾，是好，因为要把握这个过瘾的时光。请问现在几点？笑声是什么？现在七点半，就过了一个小时，感觉时光过得挺快的。几点呢？九点了，还是七点半？好拉扯。这样吧，今天的现场有没有任何的朋友，尤其是我们长辈，有没有你好久没有听到很想听的歌？什么？我听见了，还有没有什么歌？最爱，最爱是吧？我的爱啊，你们都喜欢这几首。好，还有没有长辈？不是我的唱片的歌没有关系，你很久没有听到的，我是长辈也好了。团长，啊什么？今天不回家。谢谢，这样吧，我清唱一段好吗？一段不会唱完吗？因为我真的怕今天不回家呀。来，陆长青跟唱一段。哇，从没有仔细想过自己的方向，美丽的世界里早已经变了样。长的一段旅途，是你让我变得更坚强。不管那人生是否会有所谓的忧伤，我从不知道爱你会有那么难。也许你早已经离开了我的身旁，我不要跟别人一样，我会把眼泪往心里藏。相信你知道我的情感，这一生我永远不能忘。一首歌，其实呢，我们今天所有的音乐人都是非常有创作力的才子才女。怎么说？像玉台烟，他呢平常画画，对不对？还开画展。那么苏莱先生、叶嘉修老师，还有这个林隆璇，我的好朋友的同学，大家都写创作的歌曲。那么其实刚才大家点到的《睡吧我的爱》，也是我的创作，在我20出头的时候。那时候我失恋了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其实我们会写歌，很多很多都是因为生活上有很大的感触。想不想听《睡吧我的爱》？好，那我就为大家演唱喽。那而且呢，我们要回到，我会坐在刚才林隆璇坐的位置，但是我不愤怒，我伤心。OK， 这样吧，我就自己为大家弹唱一段。Thank you.
我的爱，爱是害怕，thank you.
这首歌是《橄榄树》。
享这首歌好吗？请鼓掌欢呼。